杨环大哥，贺一航大哥，哎，你过来一下，你过来一下，啊！伊讲一个啊，甲相片同款，哪有同款？差不偌济啦。你是毋捌叫人放一放棺材款？哦，你若敢行鱼棒出来先咯？我伫遐讲啊，这种个太安尼啦。 伊唱歌，那唱歌安尼先咯。伊那有都唱歌念歌，办拢无准呢。迄下舞蹈我都跳不简单呢。我们怎么跳到这样才好看？安尼哦。嘿啊，哈，hello，准备一下嘿。两位大哥，大家好。都我准备一下，他的唱歌吼，小我办无准面哦。无法度啊，因为这条是老歌啊，这条我阁袂晓唱啊，而且还阁看大字报啊。但是制作单位一定爱我唱这条歌，所以这条歌是这一两天才学会晓啊。啊，但是虽然唱啊无啥音无啥准，但是最起码有我歌词的表现啊，有我率真的一面啊。不过阮这是一个唱歌一个节目啦。 观众朋友说要求的，就是歌一定要唱较好一点。哦，安尼不要紧。啊，小等我还阁有一条，迄是我的拿手歌。可别个唱哦。小等个中站的时阵。啊，头一条安尼唱啊，安尼小可有较你有较力。嘿，你力。因为伊本来观众朋友啊，来甲咱现场啊，看咱一个欧里桑欧巴桑，伊拢讲，哎，啊，我若袂使唱歌，阮讲阮这节目是歌唱咧唱。对啊。你除非了唱歌比歌唱较好，安尼你就资格也卖过来唱歌。啊，恁。 制作单位嘛，知影是传媒，唔是歌手出身啊。起码你到阮的节目安尼唱了后，我会惊以后大家拢要举麦过来唱歌。啊，我来请阿伯啊、阿公、阿嬷，因阿拢菜青嘛。好唔通哦，恁一定人拢食恐怖。阿妹啊，这是谁哦？别讲，别当讲。阿伯啦，因为唔是专家边嘛，吼。系啦，系啦，唔是专业啦，我拄着这条歌，我无是专业。我咱都拄啊，遐哦，那个放袂记。 好，那个放袂记。正式访问哈，啊是啊是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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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伊都还蛮老落安尼。是啊。啊啊！起码看到本人诶，搁吸等伊啊。本人真歹笑。不是不是，很有味道。是。纯美姐其实遐尼久啊嘛，拢无用进是真正交一个男朋友。有刚好像像贺大哥这种，想要甲你追求，你感觉伊这个面貌啊是安怎？贺大哥嘛，星座袂歹啦，啊，不过贺大哥唔是我欣赏的那一类型。啊，伊是啊，无你欣赏都是种型的。哦、我欣赏车轮表迄型的。伊是表表叫，是表车轮啊。车轮表是韩国明星。对对，韩星。是。安娜伯罗是郑其松迄款型的。哦，你歪曲结构真好味哦。哎呦，阿人郑其松到我恩爱二十年呐、啊，星座做引导的呀、啊。是是是。嘿、啊。我是啦，我是讲安尼对我较有保障啦。好汽车。你真正我。阿个洋房，洋房。洋房。阿个五千万。对。啊，这拢钱啊，不是厝了，是车了钱啊。可是我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啊，对不对？你想看？你把酒快快做两摆了，唔是？把酒快倒饮一段时间啊，就好啊。我是五百啦。我刚刚做你的朋友，我刚刚这世人，我刚刚更小。BP 大涨，哪里我请问你蛮厉的，我讲你为了不是为了钱来，但真正讲春梅姐拢是为了钱啦，五千万啦，来底有汽车、洋房，搁五千万。请问这位高尚的神社哈，垃圾之行的，你为了爱人，你嘛未使什么代志，你拢敢讲出来？我是要我来代表，既然敢往这种大事，你别讲你家真见笑，你别讲想要弄病，你别讲想要死哦。我是想的是讲啊，对不对？啊无你啊你讲嘞。咱的青菜安排一条，我嘛袂使你遐垃圾。来、啊，我来安排一条，送我咱许春梅，钱钱钱，钱钱钱，你很有钱呐、啊，我要你的钱，我还要你的钱，靠一股的钱，别跟小 B B 下流，垃圾龌龊。赚钱啦！啊，你甲伊阁同款啦！我最近欠我侪哩，无啦，不是，因为外口人拢讲你足有钱安尼，我们就无形中想到你的人想到钱安尼，对不？那有这种印象是安怎？其实你真正有钱无钱，我嘛唔知影，对不对？对啊。啊，
就算讲我有钱啊，人我的外表嘛是真水啊，你看皮肤这么啊好，啊这种型的敢有性？无嘛，平常心讲，平常心讲嘛是讲你这种外表嘛无钱就真正可怜啊啦。而且体格嘛高宽大啊，啊而且气质嘛够好啊。咱讲真是面型啊算袂歹啦。嘿。啊，气质袂歹，较瘦一点嘛，你啊。较瘦，对不？因为细菌吼。无你敢无胸坎？啊，对啦，荷包蛋啦。哦。啊，你讲若当我肥起来时阵吼，我就荷包蛋就出来啊，袂变荷包蛋啦。哦，是。嘿啊，啊，不过即马为官司足烦的官司。哦，缠身啊。因为吼，即黄海明一直逼我要抵5亿5000万，所以让我非常的痛苦烦恼。因为伊已经甲我怪2亿呀，啊，伊要抵5亿5000万，啊，加起来就7亿5000万。安尼，我来对敌起，我的王夫胜其松。你是安怎去怪2亿去啊？真简单啊，伊讲伊要保险，叫我面露新买面露轿车400几万嫁乎伊的名。哎呦！啊，刷了伊。啊，四百几万，然后闹两亿。啊，过来啊！伊佫讲，这台轿车的保险金额不高，保不高。啊，佮我自善天下迄栋价值6000-7000万的厝，嘛爱过伊的名，安尼才有法度，他的保额更高。安尼加起来就几亿啊！啊，你真正贵好贵好伊哦！真正即马自善天下都是伊的名啊！哎呦，讲啊！讲什么？哎，讲差不多啦。啊，刷了咧，甲伊结婚的这段时间，一年内底陆陆续续，互偷摕也好，主动甲我拖摕去也好，包括我黄金、钻石、金箍拍叫人偷拍开，摕摕加加的，差不多将近2亿。啊，即马要甲伊离婚，又搁要抵5亿5000万。啊，你看。是五千。5亿5000万。啊，你家个人5亿5000万无？这卖讲啦，我今国税局搁盯着我。我只听讲伊上百亿个，听说。你国税局，你两个真完美呢。国税局同时盯着两个人。啊，那国税局也盯着你呀、啊？没有，我是盯着缴税，你是盯着补税，不一样。我去年哈国税局就给我增了5300多万的税金了。哎呦，苹果日报很大条的爆出来。那你要交5000多，是没我那个100多报缴掉就要算了嘛。但是你起码新买地上做些怕什么？是讲你等你要你既然没有人过亿啊，你不如把这个呢转移过来，你帮助些有为的青年，对不对？转移到你那边去哦。有为的青年呢？啊，我都要供给啊，贺一航大哥，星座嘛真斯文，星座嘛袂歹，啊，但是就唔是徐纯美欣赏迄型啊。我的内在跟车轮表差不多。你要跟他多接触，多接触。对啊，你的话可以优点。我的下半身人生车轮表。哎，啊，上半身呢？贺一航。我加优秀啊！我重视脸蛋啊！你上半身就是贺一航的面，啊，不是车轮表的脸孔，啊，不是郑其松的脸孔。许纯美个又个爱帅哥，是咱台湾全国拢了解啊！是啊，你咧手吼挥的时阵哦，注意边啊有鸟啊，对不对？吼！我来今日怎样？既然得请到许纯美来，咱这唱歌的节目来的。我许纯美，你不要看他，除了博版面很厉害，到处拢有新闻。熊猪咬。一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流行的话语太多了。有啊，对啊，你看一点，你讲足侪话，拢很流行，大家印象拢足深的啊，对不对？对、啊，我不吃牛肉，但是我学佛的人不能吃牛肉、啊。学佛的人不吃牛肉。对，我也不杀生。对，但是我点羊排。对，所以说我在康熙去年在康熙来了那个节目，我就上了一集他们的节目。许纯美是学佛的人。喝咖啡，穿马靴，吃羊排。穿马靴哦、喔。穿马靴。马靴。吃羊排啊，结果那一集就造成风动，一直红、哦。风动。那个康熙来了，这节目转的，我甲摇起来，一直红啊，真嘛。啊，够！我这是啥？我生理什么？哦、我有生意人的本色，我是商场上的女强人。哦，我无多啦，这种。你无多。我这无得舞啦吼，这种你舞人袂贵啦，舞人袂贵啦。我也是家己吼，过个单纯生活较好啦。对啦对啦。麻烦哥，你会使搁另外介绍一个更加优秀的吼，咱的贺一航大哥。啊，优秀足济啦吼。哎呀。我贺大哥今嘛吼，也全部也心拢放在事业顶管。对对。要打拼赚钱。我现在是学佛的人。你嘛阿弥陀佛嘞。对对，我是心里面是心斋。
哦，幸灾。幸灾。幸灾乐祸。幸灾乐祸。我咱讲真是有道，咱咧感觉讲，以为咱才敢讲哦。比如包括咱有达观众，比如有达定咧问，还是主持人定问讲哦，在有人咧批评讲萧蔷。对不？然后啊，萧蔷顶摆敢那个李焕新有啥冲突啊？你？哎，是啊，因为徐春梅嘛算真好运啦。你看林志玲做模特儿做十几年，甲今年才红起来，对不？啊，结果徐春梅是一夜之间爆红，一炮而红，真的，一夜之间爆红，红的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嗯嗯。啊，结果我嘛唔知啊。那咱起码咱的红的挺多，你刚刚咱才会使甲上比美。仅次于辉哥吧，还有瓜哥、凡哥、特大哥，就是一些第一线的主持人啦、啊。我今日听你讲话上客气的一摆哈。啊，我这是熟悉的啊，因为一线的主持人通告费都是二三十万的啊。那许纯梅没有你们那么高啊，啊，但是却是很多综艺节目的抢手来宾呐、啊。那查甫囡仔要跟上比？有人跟你比吗？你觉得你比萧蔷优秀吗？我觉得我比萧蔷跟林志玲还要红哦，还要红。因为哈，以最近的比较，我说给大家听，我们综艺大哥大，我在里面有一个单元叫英文纯媒教室啊，对。那之前我有演一集八卦侦察亭，那集我的收视率，当然我一个人硬撑，我就飙到5.78。哦。那后来制作单位就请韩国一位女星，合作金元萱，啊，搁请林志玲，结果两个斗阵搬，因的收视率才5.14。哇！那个时候辉哥慧兰姐哦，才知道许纯梅的威力。啊，我咧感觉有定定咧讲，咱讲别人有当拢未通，咱来讲家己咧有当爱解释一下。有足侪朋友拢讲，大家拢知讲你真有钱。你穿衫嘛，拢定买的衫拢真贵，但是不听人讲你拢去五分埔买，不听人讲，五分埔或者你买物件够有影。这是熟悉的哦。你是来衫来个拢买五分埔的啊？不是，因为安怎讲你知影无？因为之前我和黄海明骗两亿了哈，我感觉讲我对不起郑其松，我的亡夫郑其松，我嘛对不起郑家的列祖列宗，所以我要处罚我自己。我穿的衫，我要买较俗的，我不爱穿较早。遐尔浪费，一输了几落十万，去日本买一输了几落十万的日币、啊，所以即卖衫，因为我一输衫无可能讲一个节目重复穿出来嘛。是，我唔捌看你重复就嘴巴。我拢唔捌重复。唔捌重复的哦。不，因为我感觉讲，虽然小我衫，但是穿喺我的身躯，我感觉气质。主人高尚。气质嘛是顶得出来呀、啊。所以气质是爱内在嘛吼。对啊。其实咱知影讲，其实有当即卖足侪查某囡仔，伊也是讲要学一寡较有气质的吼，拢去学伊的国际标准舞啊咧。听讲你有去学过哦。我迄个20几岁，我就要跳国际舞啊。哦。啊，但是久无跳，较退步。不用跳，跳什么舞啊？这。譬如吉鲁巴、恰恰、探戈。探戈你想跳？对，啊，不过爱查甫囡仔也要带。哦，这个带有够济啦，啊，不是你啦，啊，大平，你敢会使甲贺一阳跳一下 Tango 看卖？咱要跳吉鲁吧。Tango， 吼。啊，你甲我带哦。你也甲带我，你讲，啊，你聘金要摕偌济？无啦，啊，带不啦。跳落你就知影，一摆你就跳啊。我听来了。来破声鼓励一下 Tango， 贺一阳、许纯梅。是哦，未歹哦。好，あなた、愛してるね。好，下腰。真鼓励一下，哇！袂歹呢。我你讲你跳好跳歹，我想问阿妈就知影。阿妈这早起拢了解，阿妈这两个跳得好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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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在倒？哦，这个看，这个啊，这个叫。啊，阿妈，阿妈，阿妈，我你讲。阿妈，伊要干哪嘛？好多时阿妈拦无掉，才倒落。袂啦，我你讲，阿妈，我跟你讲一句，咱这卖有听到，你知道？咱头头啊讲到，确实是。许纯梅有水无？有水。算水。袂歹。你把酒醉翁卡罗哦！阿妈讲你水啦，
啊，恁头两个安尼咧跳舞哦，跳真好，阿妈甲恁娱乐安尼啦。谢谢阿妈。是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唱有感情的歌。所以说，因为我的命运很坎坷，所以唱的都比较喜欢唱慢歌跟悲哀的歌。而且我们知道说，其实你也蛮能唱的。因为他近期就是敢唱，爆炸丁管有戏啊。许纯梅到新加坡演唱的时候，曾经爆满啊，将近有多少人来看你？你到新加坡演唱过？我去年哈，去年，去年去一摆，啊，今年过完疫情，过去一届。去年去新加坡是大幅报道，咱台湾媒体大幅报道。哦。啊，第二摆这届是。偷偷啊去，唔敢惊动咱媒体。啊，但是呢，陈金佩讲，我在新加坡根本就无红。哦。所以这上讲诶，这陈金佩讲诶呀。陈金佩安尼讲你。是啊。讲你在新加坡根本就无红。是啊。我猜你在台湾讲讲你在新加坡有红，都红啊。是啊。但是陈金佩伫新加坡就红诶呀。啊对，伊在新加坡有红无红，我是无了解，因为我无住伫遐。是。啊，但是我只知影讲吼，我吼两届去新加坡演唱，今年去比去年搁较红。啊，你刚刚陈金佩想到要安尼甲咱讲？伊咧讲我在新加坡无红，我今仔日甲证据拢查来呀。哦。嘿，所以我要吼陈金佩哑口无言。哦。哑口无言的意思就是讲。就是讲，哑巴吃黄连啊。就是讲。伊讲白话，可以无话讲安尼啦。可以无话讲安尼啦。对，我这是讲你可能要对伊解释部分，但是我讲你对伊印象啥啦？以后机会恁个同台恁有你啊，到恁主持节目我们使。加减的应用着我的心情啦。哦，对啦。意思讲尽量避免啦。好。所以我今仔日甲证据拢摕来。好。哎，咱请陈金佩出来，你该对自己。不，陈金佩到后边等足久啊！啊，好，好来，杨凡，还有我们这个亲爱的许纯美小姐，哇，今天听她唱这两个歌，一次比一次进步哈。其实做什么东西都是熟能生巧，你不能讲她，因为她不是我们这个就是早期的这种真正的职业歌星啊，但是能够经常的上节目，所以说熟能生巧。所以我像刚刚唱的这两个歌，我觉得第二歌就比第一个歌好很多。假以时日，你也绝对是一个。超级的一流的歌星大牌，陈金佩，你怎么在我面前说一种话，然后又在我背后又说一种话？背后哪里背后？就是我不在现场的时候了。哦，比如呢？比如呢？那个社会追击令，他东森电视台的社会追击令，对，苦苦哀求叫我许纯梅好给因搬，啊，结果咧，因拢是靠我收视率，啊，无这个节目这边收票。今天你我来家嘛是靠你收视率的，唔敢，我大家都靠你收视率，你是收视率的保证。啊，不要，谢谢。我派谁我顾伯登来台湾，一定要靠你这个收视率。啊，不要啦，六拉我一把，不要，台湾六我一把。啊，不过你拢前后说法不一呀。对不？你对我头前甲我学咯，甲好，我对你足尊重诶。啊，你咧背后甲我讲啊，无一块，好，我足生气诶。哦，你讲啥？来，赶快说来，我听听，我来跟你聊。社会追击令。哦，我甲搬诶时阵，我无甲提甲半角。你著知影迄种节目无提钱诶嘛，新闻节目嘛，对不？由王一成主持诶呀。对。啊，结果咧，我毋知另外一个搭配者伊找你呀。哦。啊，结果我咧台底无甲你吐槽，你甲我吐槽。你讲许纯梅是葡萄干，我今仔日伤瘦无唔对，我承认。啊，不过瘦我唔是咧减肥呢，迄是因为我命运悲惨，好爱情坎坷，结果拍人黄海明。好，来讲哈。啊，所以这个葡萄干，葡萄干那个该水晶。对，今天唔是拍围，这个是形容说我们两个的身材差距很大，就是说我的。大家都知道公认的 OK 台湾的木瓜牛奶那你呢就是因为瘦再加上你的这个胸部呢没有我大所以我是拿葡萄干来形容你葡萄瓜哪里你说那个葡萄瓜是不要跟我比对葡萄干啦、啊、跟木瓜本来就不能比啊春梅姐本来哈凡哥是人本来我甲制作单位差讲我要唱午夜香闻哦结果哈制作单位就甲我讲陈金佩要唱午夜香闻的时阵迄两粒你也都喊一个结果我拄啊看伊也无喊呀好了这条为了达到你的要求我就喊起来哇
派谁好乐队啊，你们那个打鼓的注意一下我的动作哈。哦，我来。来啊来啊，各位。来来，嗨起来嗨起。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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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一看，我这个只是形容。啊，咱今麦爱来证明啦，哈，证明一下哈，咱这小。对，还有刚刚我才。还有你讲葡萄干，啊，今麦，好，葡萄干我们听到了。葡萄干，看好边，看好边。还有你讲，还有你讲说，我讲你不红这个，我绝对要澄清一下。我告诉你，艺人红有很多种。OK， 那像新加坡，我在那边做演唱会，从我16岁就去到那个国家，所以说有的艺人他是根深蒂固，那有的是刚好靠一张唱片红，那这红的方式很多。那你说倪美兰这两天她去世，她红不红？她更红，李丽华也跟着红，她一阵子。那你的红呢，是属于新闻给你造成的，就是媒体啊，因为你的出现在台湾，大家很惊讶，怎么一个女人讲话讲到这么好玩，又这么大胆，又这么趣味？那新加坡在你没有去之前是。真的是对你一概不知啊，只是从报纸过去，所以你的红呢，就是一种新闻媒体的红。我没有说你不红，只是你的那种红，不是那种实质的像艺人靠一首歌红，或者是很久积下来的一种歌唱的基础，对不对？所以他那种红就是一个新闻性的，所以他人没有到之前的那个演唱会的老板的票是卖不动，可是他一到了那边之后，所有的媒体，包括一个新加坡的早报，很少登艺人，帮他登全版，当场那个临场票就非常多，甚至于加位置。那你说他红不红？所以说看两面。如果说以当时他的新闻性和他当时人到了那边带来的票房来讲，是红有很多种。今晚给你解释，你有清楚不？也该水哈，你可以接受吗？我不可以接受。哦，不可以啊。因为呢，他又不是跟着我，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红的程度在哪里。哦，那你他我们证明回款。是，咱把证物拿出来好不好？证物拿出来。要提醒提醒。提醒提报纸哈，这是我今年哈。就是你去的报纸啊。这是我，不是去年，今年的。我悄悄的去，悄悄的回来，就怕国税局哈。在新加坡一共有两个报，因为他们的国家我很清楚，我很清楚，比我们台湾台北还小。这个叫联合晚报，对他们一个晚报，你看一个新名。我在联合晚报就已经占半版了。哎，麻烦那个镜头老师把镜头设靠近一点。镜头，咱这不能叫老师啦。你能够镜头留用摄影师留啊，没关系，下次这个钻石点唱秀那个制作人啊，你排我一次。我如果要拿这样新加坡的这种头版，我可以拿100多张，没关系，100多张。然后现在这个，好，我们现在是第二张，先看那许纯美的哈。这是第二张，你看下面的人头，至少10000多人。所以报纸上面有为证哈，很红。还有一个哇，你露两点呢，不简单呢。不，那个剖面不是我的。我再讲一下，我在里面。对不起啊，因为我等于是一半新加坡人。这个就是新加坡流行7月，就是我们这里的鬼节，他们很流行那种歌台，就是庙会，黑的东西跨面节，啊，都是看不要钱的，每一场都是这么多人，因为不用买票的。讲哈，那个如果新加坡那天的温度高达40度，而且哈又没有冷气，那想想你们恁两凡哥、大贺贺哥哈，如果这个许纯美若无吸引力，啊恁两个要去遐老官徛来看无？恁袂无？当然当然不爱咯。啊是啊，新加坡人看不要钱，对不？满街都是，大家都很爱看。我听你在说了。如果说今天那个不是我的偶像，叫我去那边流汗，叫我那去那边站2-3个小时，没有新加坡的歌台不要，都没有请海外，他们本地人也是大家满街都在看的。你看哈，这个是这一期的周刊。是是是。所以证明报纸跟周刊是都同款就对了。对对对啊，然后我再来拿照片，因为我爸爸有拍那个是 V8 啦，但是我没有带。我明天几点上班？上什么班？我现在做你助理啊。拍谁拍谁啊？有劳还哥了。然后这是哈，这是去年的哈。哦是。台下是不是10000多人？都在这照片里面。照片有为证。好。那刚才陈金培说啊，免费的，免费又如何？40度高温之下，
佮老倌佮无椅仔通坐，佮会徛的情形下，如果台上那个来宾不是他们喜欢的偶像，他们会来吗？好了，我今天比较没有精神跟你吵架，因为我很累。因为昨天呢，你泯然世界呢，我整夜没有睡，而且早上呢，我也得了轻度忧郁症。好，结论你很红，好吗？不是， okay? 我现在有证据来评吗？好了，你红了，你红了，好不好？我们出来打个圆场好了。你们今天两个呢，巧遇呢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安排一首歌，你们俩合唱一下。不，他们现在改了，说我一个人唱。啊，对对，好。因为昨天我跟制作单位说，我不要跟他合唱。好，你有跟他。好，谢谢你，那就请你啊休息一下。好，好。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哇，两位啊，这是都是罕见的人物啊！丢啊！你看以前这种经过秀场洗礼过的歌手就是不一样。对啊，对啊，对啊！你看那台顶啊，那变变叫啊！别说刚才，别说刚才那个，啊那被联系啊！拢是有效果，歌搞唱，舞搞跳。嗯，我不要，我看你啊，头拄啊那个扭扭扭，好，还嘛个卡起啊你吼！哎，那较早咧用吼，拢袂跋倒。今嘛那唔知那又袂记得。哦，是啊，哎呦，应拜你莫无代志呢。其他你莫那猜下子。是啊，徐峰大哥，哦，你老庆歌呢？哎呀，较早咧用吼，拢袂跋倒。今嘛那唔知那又袂记得。哦，是啊，哎呦，应拜你莫无代志呢。其他你莫那猜下子。是啊，徐峰大哥，哦，你老庆歌呢？我刚才那个我手都冻未掉啊！妈呀，这头哥哥你最近身体也较虚。不要较虚呢吼。人伊呢制作单位讲，哎，你这回来有较瘦哦。对对对对。啊，跟他唱一条歌了，讲安尼啦。对啊，那虚之形式啊。这两边当怪，我们这个 Kenbo 徐峰大哥啊，他这个从商啊。这个从商大概有十几年了哈，哦，对，十几年，十几年当中完全没在舞台上表演呢，基本拢在大陆做成衣啊，对吧？是啊，啊无表演的会上未？哦，那讲伊未上，我喵你，我喵你哦，迄个台顶的表演啊，你为啥唱歌唱了，安尼破声变变叫落，足想讲安尼过来表演啊你？不是噻，就是啊，哎，那伊哦，他在哈哈合唱团，一直到黄金五宝诶当中。响叮当人物啊！啊丢，比如较早挂一个目镜呢，道貌岸然啊，对不？道貌岸然，其实都很闷骚。哎，你讲这话有语病哎！艺术道岸貌啦，岸明，看起来呢，真文静啊，其实呢，好乱聊嘞。啊，你艺术工一肚子男盗女娼啊！无啦，乱聊，真活泼，对，真活泼啦。那是活泼对啦。外形看个斯文呐，内在本身都摇得。啊，恁这两个是因啊，是哎，咱两来上这部，啊靠，拢很亏损的，都要咱出来。哎呦，恁两个这兄弟个红阿婆嘞，哎，我两个喏。哎，对啊，人阮两个去上班嘞，这边讲人迄夫妻档，我讲啊，阮父子档敢袂用个是？你讲为什么？咱姐弟了。哎，是嘿，拢袂变嘞，好像怪。是啊，哎，你敢那妖怪嘞？老也袂老，肥也袂肥，太安尼啊。瘦也袂瘦，唔是，我唔是袂老，我即摆是去等恁两个看上升老，我才老啊。你看陈东龙，你看麦，较早呢妖怪干呢，你看麦只嘛。这哦，跟圣母玛利亚嘞，最近我老保养了，你看。丢啊！什么意思？你卖他笑我了，我咧骗笑，拢袂老，都要腰精啊个样诶。在。加减啦吼，年岁啦高，那嘛会安尼加贵掉啊出来。不过你也讲会较老了，可能用较大颗一点嘛。你也保持身材，保持好，绝对看啊就少年。但是我跟你讲，这违反自然，你知无？哦。我常拢讲哦，你唔好为了减肥，身体拢怕怕去。咱来想讲哦，这地心引力嘛，对不？是。啊，咱徛伫这个地球有四十几吨，加减嘛要推淡薄。哎呦，哎呦，是讲无穿衫，起码两点钟冻。啊，最近负担加重。这个负担较重的款哦，本来就一定负担。以前我都无感觉你的身材这么好呢。较早主持拢嘛穿迄啰西装拢砍掉。哦，对啦。哦。对啊。哎，过一阵仔，我会记得田露露，佮学迄啰啥低锅梁啊，迄种有无？好好好。对。餐厅秀时阵，我讲低锅梁。拜托咧，学到大拢讲我是银宝，安尼有衰啊。讲你敢那低，讲你是低锅梁银宝。不是嘛？哎，不过咱一般看的拢是大波咧模仿诸葛亮较济啊，诸葛亮大哥啊，对吧？喊你讲会去印象，你怎到底是安怎模仿诸葛亮？那有啊，对，行路迄个型。不，你啊总讲你徐峰大哥，啊，你做诸葛亮，啊，你是不那个好嘛？哎呦，我唔捌看到查某诸葛亮咧。你唔知？唔样？啊，你当有改名无？无啦，嘛是个田露露。田哥亮。低哥亮啊，你讲都低不亮啊，那低不亮啊，低不电脑低不亮诶。啊，就是变哪样？怎么来啊？哦，低哥亮，低不亮啊，来啊！啥了？别讲恁老口。哦，拢爱讲恁吧，恁老不靠。好啦，这个时空啊，你嘛较早哦，二十几年前安尼哦，
人叫嘻嘻叫啊，变变叫啊。现在无多啊，现在人其实当家嘛。现在那个年代哦，迄个年代，你若安尼，大家都欢喜。我咧查某囡仔要学迄个朱大哥迄种安尼行，迄种路啊。习惯了就好行。干嘛呢？伊蹬底脚呢？啊，你都爱一脚安尼翘起来，一脚安尼落去就好用。哦，安尼。你敢那迄个，我敢那别墅，敢那迄个对中。蹬底脚行法就对。安尼我嘛会晓，安尼你敢袂晓？嗯，蛮简单。拜托。好干啦！真的啊，无要安怎干？来，你甲干，你甲干。伊是安尼啦。哦，不一样嘞，跳跳，必须要跳跳。是啊，是啊，跳一边，跳一边。嘿啦，伊拢固定拢跳一边的啦。嘿，啊，跳，这型好像，好像。伊甲诸葛亮啊斗阵上久啊。嘿，啊，只要卖古龙行安尼嘿。古龙行，手龙嘞。哦，你拜拜就对。你妈你个飘飘！你哪样学嘛？对啊。不过你会记得讲，你头一摆参加，你每一个人拢有讲什么歌唱比赛啦？你是为什么？什么？有比赛无？什么？无。拢无。无。我细汉就足敖啊。哪有人家己安尼讲啦？真个呀？听讲你囡仔时阵拢足参加足侪比赛安尼哦。应拜小学时阵，老公有迄个什么话剧演出？我小学的时阵啊，老师就叫我去啊，是画地图啊，话剧，话剧啦，有咩话题都我会晓哦。啊，国语演讲比赛嘛是叫我去。什么？国语演讲比赛。哎，我嘛感觉真好笑。真奇怪哦。家人是拢无精彩啊，是吧？他咧，你讲个什么话？家人做个咱国语演讲比赛，家人出我一个已经不得了了。卖生气，哥哥你身体无？国语演讲比赛赢的哦。是啊，真怀疑到可能。与哥哥你头咧唱迄《情人的黄衬衫》内底，迄国语拢比较标准的。你国语演讲比赛，你这么行李拢是福建，你做的较济啦吼。对啊，我喊你讲讲去。这名个讲我无准，我本来足准的。嘿，哦，啊，因为呢去弄着车，喙齿叫断去。正经我喙齿是钱断去，还是叫车弄断去？喙齿车前个电话条嘛，喙齿用啊按中断去啊。真的哦。天才必尖啊！啊！你阵是拄学着好条病，我你嘛是安怎做？对啊，等于啊，我本来喙齿才六寸，啊，一提了剩三寸，减一半。哎呦，强！哦，有影有影，安尼有些可怜啊。啊，所以你囡仔时代拢参加国语演讲比赛。对啊。啊，你今日冒一个机会啊，不然一般听拢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哎，恁两个真爱哭呢！哎，刚大项门甲搞啊，大项要叫我做。不是，因为你退休十几年，喊你来，该饿掉了。不是啊，啊，我后摆免来啊，免啦，免啦。哎，介绍回顾得好，回顾得好。好了，叫介绍人来讲啊。不是，不，徐大哥，你今日用说表演以前的才艺，是不是以后就免来啊？但这种物件，咱表演了以后，佫足侪物件让我来啊。安尼讲，我就介意。对啊，演讲比赛，那有人电视讲叫一个人来演讲比赛，看我无聊。对啊，我的人就是安尼啊。你来卡正眼喵喵喵，我就扑起来啊。哎呦，爱人啊，你喵就喵就对了。对啊，我最近吃欠喵。你哥哥来一个演讲比赛，一个简单啦。哦，来听一个吼，介绍来自基隆诶，大部分啊。三年人班，三大部分啊，三年人班，徐肯莫，徐建胜啊，徐建胜，徐肯，有人叫徐肯莫的，肯莫是名，肯莫对，肯莫是本名，本名啦，徐建胜。所以要演讲来，请开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爷爷。您回来了！等，不是，哎，迄当阵都这题目啊！迄当阵有啦，老师出来啦，干嘛呢？老师出来啦！啊，即马以前就有啊，即马流传到大陆去安尼哦。大陆当然嘛，咱足侪年的嘛。哦，因是学尾啊才学啊，头前阮迄当阵有啊。我的爷爷人即马是连爷爷，您回来了。我迄当阵唔是连爷爷，迄当蒋爷爷。哎，咱即马好笑，好笑，好。爷爷，您回来了，请继续。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多少次的相思，放飞了我期盼的信鸽；多少次的期望，隔海的亲人要回乡；多少次的梦里，是我梦里。梦里啦，兵马当来啦！我错，就用囡仔人在讲个梦里。你较想嘛想梦里？我的梦谢了梦里。你
讲到多少？讲到多少？不然就不，你别硬插啦，起码讲到梦遗的代志。多少次的梦遗？啊！不，你们两个什么样？梦里了，梦里。多少次的梦里，是我们团圆的好时光。爷爷，喂，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掌声鼓励鼓励。多谢多谢。爷爷，您擦干净吧。是是。您梦遗了。哎呦哇，徐大哥，徐同学，说不定他您这一番的这个演讲比赛，想必在学校里面应该是拿到尾班车吧？当然是第一名了。啊？只有你一个人表演？没有，每一班都有啊。啊？哎，我们超多啊！您还第一名啊？真的真的。你很多次那个刺都卷舌了，那时候觉得那时候有舌头，现在没有舌头了，这样我，别给搞下嘴啦。所以哦，迄个时阵，咱就要讲爷爷您回来了，做一个标题。这是等于朗诵，这嘛不是演讲比赛，朗诵。我啦，迄种正经演讲比赛不是安尼啦。啊对，那刚刚那个有一点朗诵，朗诵。哎、嗯、哎，我你两个啊，都在哈哈合唱团来的组成一个吼团。我们哈哈啦，魔鬼兵团的时候，嗯、听讲迄个时阵哦，下面物件拢在编，而且还有时事。哎、欸，我们都是拿时事来做节目。啊，比如中秋节一到，就要吟诗作对。对啊对啊。听讲你来吟诗作对哦。有啊，伊迄当初因为呢，有一档是中秋节档期，啊，伊讲呢是要给你进行，先甲想讲，哎、欸，但阿罗阿唔知道要做什么节目。啊对哩，啊我也想想讲，哎、欸，中秋节靠诗意嘛，是，我来做诗嘛，啊做诗，做对联嘛好嘛，对啊，哎、啊，而且就这样出来了。哦、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当时怎么对。啊，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听讲。听讲陈露露小姐啊，是一位才女。今日小弟我目镜风啊，想要来讨教一下，唔知可数一下对联吗？用数的哦，是啦是啦，天公赐福的赐啦。哦哦哦，对对对对。哎呀，公主，请了。那这两位 BP 小人免插伊呀吧。讲嘛是呀。听来。请水。月到中秋分外明。哎呀，真是才女啊！是，果然出口成章啊！请再讲一摆。月到中秋分外明。简单好对啊！落落的尻川大细平。安怎？怎样啦？是咧对啥啦？两个叫诗情画意，你都听好啊！啊我讲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对啊，对啊。月到中秋分外明，你说我尻川大细平。啊，落落的尻川大细平，足拄啊好个。我，你七字啊，我嘛七字啊。不是，哦。主要你敢有大细平？我会知。你我后壁讲有影呢。人嘿吼，都爱斗咖呢，有文言文，还有很雅的句子，你斗嘿咩啦？好高个啦。我过来过来过来，我尽量我尽量啦尽量。歹势哈，阮哥哥都顾无上节目。较无水准。失敬失敬，再请了。公主听啊。请。免比输谁听谁啦，讲就好啦。啊，你无安尼用破书摆一下。输谁啊？这要死啊！啊，好啦好啦。哎呀，听啦。请了。寒夜客来第一顿酒。邻居啊，喊我乌白口。真好，对啊。什么人咧讲什么？你乌人 Q 什么啦？寒夜客来第一顿酒，对啊，真水。邻居啊，含我乌白 Q， 嘛是七七言绝句。歹势，我无记，俺含黄昏布啊，甲你乌白 Q。马好，马好。哎，拜托诶。是讲你母啊，你日本话歹 Q 啊。伫美国。哦，伫美国啊，食歹 Q 还遐远啊。这个诗句是要来听一下。啊对啊，哪有人敢答案呢？啊，你尻川大细平，无就是要乌白 Q 啊呢？这就是吼，到中秋这个时，吼，人客安尼笑笑。啊，有影呢吼。是啊，是啊。这算讲舞台效果就是安尼。没啊，小弟的下文是安尼尔。哈哈哈！不啦，这是哦，这是算讲的有咱个开场哦，一个讲一个跳弹。其实因为这部属于有些就是有属于那种歌舞的，带歌、带讲、带演的叫歌舞秀，叫厉害，嘿，叫叫厉害。哎，能不能选一首歌，看要安怎来表演，大家来参悟一下。哎，恁认为都是第较好？我认为，我是认为你，我是认为你条乌白 Q 一条袂歹。你认为都条较好，都第较好。我是认为于天母你也是第袂歹。
嘿，恁真爱唱独立，个真敢欧人笑死。我是讲歌啦，歌啦，嘿，说话嘞，说话嘞。对啊，我知啊，好事不过少事。不是，那个歌啦，歌，哎呦，那个新来吧，雷蒙那一地，那地袂歹。讲也好啦。啊，对，舞台上咱定看。啊，亚萍姐咧唱一条歌是上边是蒙蒙啦。落雨了嘛，对不？啊，不过伊电话咧讲的吼，拢较。我感觉舞台应该上这个小话个改编一下，应该真好看。对啊，对啊，看下是真侪歌拢人咧改。哎，迄阵啊，唱这条歌，捌看过有人安尼表演，恁有安尼表演？有啊。有啥物解释方式表演无？因为呢，有一个呢，客家的男朋友，客家男朋友，客家呀。啊，有一个香港的男朋友，香港的。啊，佮一个台湾的男朋友，台湾的。哦，日本的无？讲台语就对了。嘿。啊，有讲国语的无？国语的有啊，因为国语的伊这男朋友较正常。啊，正办的。对，国语的。好。孟老，我回来了。我休休蛋姐啊，不是，而且这么孟老姐都一样。孟老，我来虚拟耶，虚拟，虚拟。哦，啊，吓个一跳。小妹那边扑钱了，因为昏去啊，伤心过度，哎呦，昏去啊。那亚萍姐呢？好啊，啊，人亚萍姐有平落去，你那无平落去。免啦，咱查甫用讲的多啊。啊，你敢会使？啊无呢？啊无你先看卖啊嘛。嘿嘿嘿。哦，你用日本的。差不多那些。我想，我嘛想要你捧拢你食好啦。捧拢我捧。我跟你头前想到，这我安全巨人啊。对。你这样咧带落去，可能我弹回来啊。我调好。日本的哦，试看卖一下。日本的男朋友回来了。叫我孟娜的也得。呜呜。孟娜。哦，起路呀。哦，起路什么？起来啦。哦哦哦哦。哦，起路哟。私帰るよ。我等你，我等我。你叫这个咩帰る？我讲我等来呀啦。哦，啊那倒是，俺都会等来噶。霓虹、福赛都受罪等来了。罢改了，罢改了。俺大多是得受罪等来噶啦。无钱买钞票。俺到你们欧乱念呢，你从受罪等来，从我台数崩掉呢。哪里搞乌龟呢？我死查无鬼啊你，哪是？我帰るよ。罢改了。你白改了，日本人安尼会使哦？日本人性地较歹。安尼好，来来来，客家男朋友回来，来来来，客家男朋友回来。孟娜，爱转来咯。我跟你讲吼，啊，我来分球啊。你即摆演啥？客家男朋友，你个安尼莲花指哦。不是，你即摆咪演孟娜，你演孟娜的男朋友。客家较斯文呐。好好好，你遐大声啊，你看啊鬼怪怪的。够嘛该笑？什么啊？我们的工商会啦，听人家真歹听咧。没啦，屌娘们！屌娘们什么？就很屌啦。哦 ，good。继续，梦啦，爱转来了，爱从东眼东眼的地方转来了。好啊，屌娘们！你好，阿哥讲话暗难听的呀。啊！你不要调侃咩好，我只要管你讲正，我讲你好啊。继续，爱从东岩东的屏东坐斯兰茶飞来，反哎转来了。在上面斯兰车行吗？斯兰茶四轮车啊！我想你骑四轮车等下有咩送啊？无啦，你这种坐四轮车，四轮车。好好好，爱带转来你最爱吃的东西诶，乜嘅东西？牛牛的奇葩，哦，听到没？假牌听这啥物件？嫩嫩的麻糍，哦，这好吃啊 ！Good， 钓桥面，我从屏东游水回来，还讲过啊？我讲游水啊，游水我刚才跟他们话都讲，但咧游水那么有香港的叫游水，你屏东转路你是游水，你不那边游水，屏东没游水，我跟当时后边跟他讲，你赶快游水啊！不好意思，我没有水。你坐四轮车啦，我坐斯兰茶转来了。还讲过啊啦！你今晚是要炸啥物件回来啦？来，再回来，你最爱吃的东西。咩东西？嗯，啊，讲过啊。无啦，上咩？你还画爱画？爱转呢，快走啊！无啦无啦，唔讲。你还较好咧，还歹。不是啦，你要有头有尾，你表演得很好啊，吊夹妹。表演得很好啊。上吊诶！什么啦？最屌的熊雕，熊雕，哇！丢你呀，丢你呀！你熊妹爱拍落去啊？梦娜。
蒙娜，我从好远好远的地方回来了。怎么回来的？我广东话只识讲游水翻。我刚才学这个广东话，你哪会讲了了？我不是讲我坐三轮车回来吧？你不是广东话？游水回来啊！我游水翻来了。蒙娜，我带翻来你最中意食的乜嘢？叉烧包吓，叉烧包，叉烧包，小细嘅，拜托嘅，提个大行嘅，系点心嚟啊？叉烧包，香港只有叉烧包好食。唔知啊，你烧水嗰个叉烧包，你食咩啊？牛呀！我冇同你讲呢啲，你点敢知咧，大佬？我一边舀水，一只手在里面，一只手在上面。我带翻来这个还热腾腾的叉烧包，带翻来俾你吃。哦，这真好呢，一手扛顶头，一手在下面烧啊。嘿，你烧到位，包都已经烂去了。对啦，拢未浸着水。再蒸一蒸，应该很好食啊。梦啊，系。你点解唔讲话呢？你讲啊，你讲啊，屌！你可以骂人啦。你骂人哦？屌个骂人！屌意思就是差呢。安尼哦。你唔知啊？你使恶别恶劣，恶较好个啦。骂人个食顺呢？骂人拢嘛食顺呢？继续。你点解唔讲话呢？屌！你讲啊，屌假咩？你客气啦。你唔好，屌假咩唔好。你客气啦。你讲啊，梦啊，梦啊。我倒了以后啊，啱啱好同他 kiss， 啊一下，好呀，点安尼冇呢？好咩？好嘢，好嘢，好要拍拍手就叫好咧。